新加坡一名单亲妈妈从 Telegram 应用程序接了一通来历不明的电话之后，惊觉自己的银行账户在短短13分钟内进行了6次交易，一共被转走了将近7万令吉。这当中，她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银行转账验证码。半年内省吃俭用存起来的积蓄，弹指之间就不翼而飞，让这位单亲妈妈悲痛万分。来自吉隆坡的黄小姐是一名单亲妈妈，育有2名年幼的孩子，分别是3岁和7岁。身为美甲师的她，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因此经常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的生意，也经常会接到顾客询问美甲服务的来电。事主表示，他在7月2号接到一通 Telegram 应用程式拨打的来电，对方口操本地华语，声称自己从网络上获得事主的号码，想了解美甲服务的详情。事主不疑有他，和对方通话将近10分钟后才挂断电话，然后习惯性的通过银行应用程式查看自己的账户，却发现无端端发生了6次交易，大约7万令吉，不翼而飞。事主尝试回电联络那名女子，不料已被拉黑。然后一个比较吊诡的事情呢，就是她在这6次的转账和这个网络交易呢，她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 TSC 的这个号码，那个六个数字的那一个的密码，她完全没有收到。然后呢，我看她的电话也是完全没有那一个的记录啦。这6笔交易有2次是通过财务处理交易所，前后被转走23000令吉以及24000令吉，之后4次则是 Do It Now 交易，每次都被转走4999令吉。事主坚称自己完全没有下载任何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，也不曾点击任何链接，完全想不明白自己的储蓄如何在短短的10几分钟内化为乌有。就想知道我的钱是怎样没有咯，就想知道咯。我知道是虽然是拿不到那笔钱啊，可是也不可能这样子白白的钱没有嘛，就想知道那个钱是去了哪里哦。事主随后在行动党办单区妇女组主席陈瑞文的陪同下向银行投报，银行调查后确认所有交易都是在正常程序下进行，不存在任何失误或可疑行径。我们就询问他，那为什么他会没有收到这个 TSC 的密码呢？他就说最近常常也发生这样子的投诉，他们也接到这样子的投报，他们就是怀疑说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他们的电话被害了，然后呢，可能那一个 TSC 的那个 SMS 呢被转去了另外一方的电话号码，或者是被第三方截走了那一个的短信呐。诈骗手法层出不穷，事主希望当局能够加强网络安全，并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惕，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八度空间黄如燕，吉隆坡报道。